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爱豆影视特效，我是小爱。在火影忍者中塑造了很多女性人物，今天小爱呢就给大家盘点一下女生们最无法自拔的四大忍术。第四名，阴封印。阴封印是一种封印术，它能把大量的查克拉封印在额头，在需要的时候解开封印，这样才能使用禁术创造再生和百毫之术。纲手更是靠着阴封印增加细胞活性，让自己永远年轻。如果女生们学会了这种忍术，以后就可以跟护肤品说拜拜了。第三名，蝶化之术。蝶化之术是秋道一族的秘密术，使用此忍术后身材会变得苗条，就连个头看起来都高了不少，并且身后还会长出一个大翅膀，不仅漂亮还能在天空飞行。女生们要是掌握这个忍术呢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身材了。第二名，逆后宫术。逆后宫术是鸣人在四右术的基础上研发的超级忍术，这招呢能逼出一群帅哥美男，让花痴女生毫无抵抗力，就连忍者始祖辉夜看到这么多帅哥也被惊呆了。由此可见女生们有多喜爱这个忍术。第一名，部分背化之术。背化术是秋道一族的忍术，它能让整个身体变大，使力量倍增。而部分背化术顾名思义就是使身体的某一部分变大，如果女生们掌握了这个忍术，想变哪里变哪里，再也不会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了，想想都让人激动呢。本期互动话题，你最想掌握火影中哪种忍术呢？欢迎留言评论告诉我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